杨超越，帮我抠个图，那种很厉害的背景，网友评论作品一个比一个惊喜。火箭少女101自从出道以来，差不多也有一个月的时间了，而在这接近一月的时间里，其实感觉火箭少女101真的就像火箭一样非常的火爆，一度连续好几天都是霸占热搜头条，这也是看出来他们的人气是有多么高了。超越微博，不过杨超越的出道也是让很多人比较意外，其实也是在意料之中，虽然实力不济，但是人气却很足，除了吴宣仪与孟美岐之外，也许接下来最后的就是杨超越了。超越妹子的人气火爆真不是说说玩而已，随便的一条微博就是可以让杨超越登上热搜头条。前段时间杨超越晒出的照片中还包含了鹿晗二字，这也是很快的就登上了头条了，不禁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，一度杨超越都删除了微博，甚至表示都不知道如何发微博了。可是今天我们再次看到杨超越更薄了，这次看到超越妹子肯定是要调和气氛的，她也是表示帮我抠个图，那种很厉害的背景，原来杨超越真的是在搞笑呢。瞬间网友就在评论区展开了自己的技能，各种炸锅的表演也是非常搞笑，看看这些杨超越这么厉害的背景，可以看出来网友们是多么有才了。评论作品一个比一个惊喜。当然也有人表示说，杨超越怎么还不去好好排练呢？这是有多么闲，还是有多么的无聊？其实杨超越在出道后也是非常努力的，她现在也是成熟了很多，关键问题是她也是进不了不少。但愿在火箭少女101首张单曲中看到杨超越的进步，加油。